大家好，我是洋洋，欢迎收看 Max Honor 大设计。遇到堵车时，大家等得心急，又不知道前面发生了什么，经常疯狂摁喇叭。有没有什么办法能让汽车间进行交流呢？造型可爱的 Car Wink 就是为此而生的，把它挂在车后窗，汽车就自带表情包了。有什么事发个表情，后车就知道是怎么了。以前汽车是靠喇叭、方向灯等驾驶操作互动，但这种交流太有限了。当你因为某些原因被迫停车时，后车疯狂的喇叭声简直神烦， Car Wink 汽车显示器就能轻松有效的交流了。这个造型萌萌的小东西由两个半圆球组成，上方是吸盘，可以牢牢吸在车后窗上，下半边则是太阳能电板和 LED 屏幕，能显示简单的讯息和表情符号，而且它能够预存50组信息，只要对着手机上配套的 APP 发出语音指示，它就会向后车显示相应的信息。比如说前方有个老太太过马路，就可以让它显示出等待行人的图标，后车 get 到了原因，就不会疯狂摁喇叭了。比起让人火大的喇叭声，这种清晰可爱的表达方式当然更有效率，也更加友好了，甚至还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误会和争执，大家都和和气气的，路怒症也能改善很多哦。视频元素来自 Car Wink， 由 Max Honor 创意公园翻译剪辑制作，感受最美创意生活，请关注 Max Honor 创意公园。